嗨，今天来一个同安凤露的教程，准备好主料、配料跟调味料，可以截图看看哦。猪腿肉拿来鸡颈子花刀，深度5/3，再入油锅炸香，热锅下少许油煸香香料，倒生抽、料酒、糖色、水煮开，再拿来红曲米、桂皮一起煮，再下盐、少许味精、冰糖，倒主料煮至上色，捞起来，拿来纱布，加海蛎干、虾仁干、板栗和泡好的香菇，取原汤汁，放高压锅里面压45至50分钟，取掉沙袋，把烫熟的菜胆拿来围边，最后淋汤汁即可。做得不好，仅供参考。